哎呀，刚才咱们只做了一个登录的开始，对不对？现在呢，默认访问到这个 index 的，这个 index 肯定咱们去要一个登录界面吧，这个操作对不对？ display 登录界面我就简写一下啊，得在我们视图里边，既然是登录模块，这里边得建一个谁啊？对， login login，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 index tpl， 这里边登录。这个 VI 是不是有问题啊？有道理。我就不写头了啊。然后 form 表单，然后你可以做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界面嘛， DST，然后 name 等于 user name， 然后密码 input 类型等于，对，然后名字等于 password， 然后再做一个行验证码吧， name 等于CUD， 然后再来一个登录按钮，Submit name 等于 SUB， 值等于 Login， 这样一个登录界面，对不对？然后这个验证码这块，本模块的，比如说 VCUD。对吧？然后点，假如说加上点击可以换一个 on click 等于用这次里边的 SRC 等于当前模块的 VCUD， 然后加上一个 MATH.RANGON， 对吧？然后这个登录模块就得加一个，对 VCUD。先把刀符是 global 里边的 debug 先把它关掉，然后 echo 一个 new 一个 vcod， 对吧？这样的一个登录界面咱们就有了。然后这个表单提交到哪儿呢？ action 提交到，比如说这里边处理界面可以吧， pro 就随便处理，是吧？然后 METHOD 方法等于POST， 那这里边就得需要一个处理的操作，对不对？ PRO， 当然你叫什么名都可以啊。现在我们直接刷新一下，它会怎么样呢？是不是就直接到这来了，对吧？但是你可以用外观去调一下，一点击是不是可以变化登录界面。然后现在如果你要是小项目的话，不需要分组的话，那直接在用户表里边是不是加权限就可以了，对吧？咱们那个是分组的，到时候分组给你演示一下。咱们先建一个用户表， mysql-u-root-p12345-6-use 咱们是 db33 这个吧，然后 CRET 创建表 US 是33下划线，对吧？ USER 这里边 IDINT NOT 非空，PRIMAR PY， 然后有个 username VCHAR， 比如说50
然后有个 WORD 密码，然后这块是叉三十能行吗？咱们 MD 五加 M 三十不行吧？对吧？多一个，然后其他的就是这个用户里边，你在设计项目的时候需要的什么东西，对不对？假如他需要一个权限，允许一的权限 ，int， 允许二的权限。当然，你这个权限可以用小整形，对不对？允许三的权限，允许四的权限。假如它有四个权限，这四个权限，比如说你想让它第一个是允许它干什么事，第二干什么事，对不对？值是一可以干，是零不能干，是不是就行了？ insert into 33下划线 user， 这里边插入是 user name p a s i w o r d 密码 a l o w 下划线一下划线二下划线三下划线四。比如说用户名第一个它是 ID 密密码 MD5， 然后比如说也是 ID 密加密一下吧，然后一它是超级管理员有所有权限，行吧？然后第二个比如说是 Hello 用户，这块 MD5 密码也是 Hello， 它只有一和三的权限，二和四的权限没有，对吧？就用这俩用户。现在咱们这块提交给处理界面，处理界面是谁啊？是不是这里边？那这里边首先咱们最先做的是先验证，对吧？因为这个不是入库的东西，不是入库的东西怎么着？不是入库的东西它不会自动验证，你用 XML 不好使，听懂吧？所以就自己写，所以判断一下，如果$下划线 post， 我就简写了，当然你怎么验证都可以，对不对？ post username等于空，或者$下划线 post 里边的 PSIWRD 密码等于空，那这里边咱们就直接怎么着 this 里边的 error 错误里边不能为空，简单写下，对不对？然后三秒钟直接跳转到 index， 是不是重新登录啊？对吧？然后判断验证码，如果下划线 post 里边的 cod 最好把它转成 ftr to upp 加，什么意思啊？转成大写如果不等于下划线 session session 里边默认有一个叫做什么 cod 的，对吧？如果不等于这个的话，那就提示验证码不对，对不对？你可以详细的去验证啊。验证码错误，然后三秒钟也是跑到 index， 然后其他如果正确的话，咱们得看嘛，看有没有这个用户，对不对？所以先从用户里边等于使用 d user 里边find 去查找，对不对？按什么查找？我这块得写一个 while 条件，对不对？查找哪些字段也得加一个 field， 对不对？比如说查找的字段 username 用户名，密码就别往这里加了，听懂吗？密码只是登录的时候用一下，然后比如说把权限直接放里边，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到每个里边都怎么着都取权限了。咱们这个还是把它装到服务器的内存里了，对不对？因为咱们以后会开启 memory cache， 对吧？不然的话30是用文件保存的。然后这块是条件有两个，一个是用户名是下划线 post 里边的 username 另外一个是 password PSIWORD， 然后它的值是 MD5，得这样吧。然后下划线 post 里边的 password 是不是这两个？然后如果查出来了，它就是一个数组，能当真来用，对不对？
如果查不出来，那他默认返回的犯的这个，记得啊，查不出来的东西返回就是假，对吧？那咱们就可以直接这么判断，如果 user 是真，对不对？这话如果是真的话，证明他登录成功了呗？登录成功 ,SESSION session 直接等于 $user, 什么意思啊？是把 user 这个数组也是一个一位数组吧，把所有数组的东西是不是全付给 session 了？那你在各个地方都可以从 session 里边取出它的权限来判断吧，对不对？然后判断它是登录成功的， SESSION 等于一，这样等于一行吗？ is login 这样行吗？加上这个，对吧？是不是这样呢？在那什么里边判断这个这是一个标志，是不是就可以了？那个是全等于，你就别这么的了，对吧？也别写处了，因为它就只是任一，对不对？或者其他任意值都行，明白这意思吗？那这块如果登录成功的话，直接转向首页面怎么办呢？ header 不是用 header， 用 $this 里边的 REDIRECT 登录成功。你可以这块你可以登录 SUCCESS， 可以提示一下，对不对？对不对？登录成功，成功之后让它一秒钟转向谁啊？index 模块的 index， 对不对？成功是不是就转到这儿了？那否则的话，如果登录不成功的话，失败的话，直接怎么的？提示一下 ，REDERROR 提示一下，登录失败，登录失败，或者提示它什么用户名密码什么不正确之类的，对不对？用它三秒钟到 index 是不是重新登录啊？是不是就可以了？那看咱们这个可不可以登录成功啊？ admin 这里边 qpcr 登录成功，是不是直接转向这儿来啊？对吧？现在都是登录成功的，也就是从 session 里边现在都可以怎么的，都肯要到这些值了吧，对不对？那如果分用户组怎么做的啊？然后还只能要后台登，登录后台就可以登录前台，登录前台的不能登录后台。你看我这块用的是这个做的，但你有自己的好的方法，也可以用自己的好的方法啊。比如说，不是这里边也有一个什么登录模块，其实跟刚才咱们写的是差不多的。先干嘛呀？从用户里边是不是找到这些用户组 ID 这些，然后用户名、密码，只是变的字段不一样，是不是都是 MD5 啊？如果登录成功的话，我再怎么的？因为用户里边是把它这个用户所对应的组 ID 找到了，知道它是哪一组的吧？然后通过组 ID 把组名找到，组的介绍找到，这是什么？权限，用户国的权限、网编的权限、文章管理权限、发送文章的权限、评论文章的权限，还有什么发送消息的权限，是把这些权限都找到了。然后 ID 等于。这个是找哪个组的？是不是组里的 ID 等于用户里的 GID？ 用户在哪个组是把哪个组找到了？然后把用户里边这四个字段和组这几个字段怎么的了？是不是合并呢？合并成这个，然后登录。但登录后台的时候，先看一下是什么组里边，因为权限在用户边没有，在组里边有，对不对？这块光这块成功不行，对不对？还得看它有没有权限。这块是不是判断权限呢？判断他有没有，因为后台进入后台就管理用户、网编还有文章，有这三个权限管理的任意一个才可以登录后台，对吧？他后台限制了，你看有这三个任意一个，这是判断权限，对不对？然后把登录进来之后，这是干嘛呢？是把这个用户和组的所有信息都放到 session 里了，然后 session 等于一。为什么我这要标示一个这个？因为这是两个应用， AS Login 代表是后台的登录，对吧？而这个代表谁啊？前台的登录。如果两个前后台都是用 AS Login 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啊？你在前台登录是不是直接进后台了？对不对？但这个呢，在后台登录，这块又把 Login 等于一，前台是不是也直接能登录？这个用户在前台是不是也有这些东西啊？是不是就区分开了？所以在前台不能登录后台，后台登录能用前台，是不是用一个标志位就行了？
两个别用一个，用一个的话，肯定前台登录了，后台也就登录了，对不对？因为咱里边判断的是用 as login，这能看懂吗？跟刚才咱们写的是不是一样的？只不过没让你看那个组织而已啊。好，那登录成功了，对对，界面登录成功了，一般的咱们是不是还得有个退出之类的，对吧？所以这个退出一般的都在那个顶上去写，所以在哪个里边去写啊？index 里边 top 里边去写，对不对？那我就写在这后边吧。underscore NDSP 分号，当然你用样式就往靠右摆就行，对不对？咱这加几个空格，然后你好，然后直接用上谁啊？因为已经登录成功，是不是在 session 里边？smart 点 session 点 username 是不是行？然后 a 斜杠 a 被退出，对吧？然后 href 等于这个退出的时候，直接访问是当前模块吗？app 什么访问 log in 模块里边，假如有个 log out，假如有这个方法是退出啊，对不对？但是一点退出弹出界面或者什么也好，肯定在本窗体，清楚吗？本窗体是不是一个顶，是一个就是最上面那个窗体啊？这块 target 等于谁，对吧？这样的话是不是占领整个窗体退出了一个界面？现在咱们再刷新一下，因为现在是登录的，是不是直接就有你好 admin 呢？对不对？像咱们这个一样啊，E4MJ，你看这块也有，只不过我这里边有什么，是不是有组啊？它也后边再加了一个，它是什么身份，对不对？admin 是超级管理员，对不对？因为这个用户组这不都在这儿呢吗？超级管理员这块是具有所有权限，对不对？鼠标一放上去，我只是把组的信息放到这儿了，对不对？想知道自己有什么权限，鼠标一放到这儿就知道了吧？对吧？那是一个描述的嘛。当然，咱这个没涉及到组的东西，你只要把用户名放上是不是就行啊？退出，退出，现在找的是 log out，对不对？function log out，但前后台如果是一样的话，最好用一个，对吧？所以 log out 这里边，咱们只写一个简单的调用就可以，明白这意思吗？把具体的那个要退出的东西写到哪去啊？写到 model 里边去，是不是就行了？对吧？这样前后台都可以公用一个退出啊，对吧？那当然了，咱们为了方便，我就往这儿写了，一样的啊。先把用户名提出来，到时候下划线 session 里边，username，不然的话注销掉是不是就没了？然后注销一般都是那几步，应该知道吧？先把到了下划线 session 等于 array 干嘛呢？就把 session 放空了。你不要用 unset 把 session 删除，清楚吗？也不要一个一个的去清除，那多费事啊！直接把这数组复空，是不是 session 里什么数据都没有了？session 还存在，对不对？因为它就是超群级数组，就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默认就是空，对不对？现在呢又把它变成空，那把这个 session 有了，那还不行，还得把在服务器端的数据给删了，对不对？这只是把数组给删了，对不对？那它在服务器端的文件呢，保存的那个文件还在，对吧？内存里面有可能还有，通通清除怎么办？session destroy。这样的话，服务器端的所有跟这用户有关的东西全部清除了，明白这意思吧？复空清除这两步吧，其实还得需要一个步骤，什么步骤呢？还需要什么？如果是基于谁的？基于 cookie 的，那么客户端还保存着这个用户的 session ID，是不是这样的？session ID 有的是长时间保存的吧？一般默认关闭浏览器是不关掉啊？如果不关浏览器，想客户端清除。那么，在客户端保存的 session ID 键值是 session 名，清楚吧？值是 session ID，cookie 里边是不是键和值啊？时间是由服务器 PHP 的配置文件决定的，对吧？关闭浏览器为止。那 session 名是配置文件里指的，好像是 PHP SESS 什么 name 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你想获取的 session 名是什么？session name，对吧？然后它的值是 session ID。这样的一个对儿吧，那咱们现在有这个名了，
那我就可以先怎么着？先判断到了副下游信 is set 判断什么呢？ COOKIE 这是 cookie 吧？ cookie 里边你看我这么写能看懂吗？对吧？session 名就是作为这个 cookie 的下标值嘛，记不记得？所以判断这个存不存在，因为有的时候不拘它就不存在，对不对？不存在你去清空的话就没什么意义了吧。所以先判断存不存在，如果存在证明是基于什么的，基于 cookie 的，所以干嘛使用 set 设置 cookie 和清除 cookie 是不是都使用 set cookie 啊，对吧？ set cookie 第一个什么session名是不是还这个值设上空，是不是就完了？时间当前的时间，比如说前期一小时是，只要是一个赋值的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啊？或者当前时间都行啊？为什么我都写？那有的时候直接写这第一个不也能删吗？的确能删，但是对于 PHP 里边的，用到的这个 cookie 的话，不是自己设置的 ，session ID 是 PHP 服务器设置的，对吧？你看那个配置文件的时候 ，PHP 里你会看到第四个参数其实是一个域，对不对？在哪个目录下有效？它默认是从根开始的，那咱就从根开始清除，听懂吧？如果自己写的话，你很少写这个目录吧？那你就直接默认就删了嘛，对不对？所以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清利索。那清完之后，基本上执行上面已经你都不用判断成功失败，对不对？肯定是没了，对吧？你直接怎么的 ？success 怎么的？退出成功或者是再见？咱们这会儿不有一个用户名吗？对不对？再见，然后重新登录，对吧？我要提示他重新登录而已，对吧？然后让他是三秒钟到 index， 对吧？默认自己 index 的。那我们看一下，刷新一下。现在我们点推出，是不是再见 admin 重新登录，是不是又回到这个界面了？然后现在我们用 hello 登录 ，ewd9， 是不是 hello 你好了？现在全运都带着呢吧？你现在只要判断这里边有允许什么的，就可以做什么事，是不是啊？这不咱们不就完成了几个模块啊？是不是两个模块啊？当然这两个块咱们用美工或者是得跟你的需求去设置加一些东西，对不对？现在这三个文件差不多会用了吧，还有这个 login 这三个模块，对不对？这三个模块做好了，你在做项目之前，比如说你们设计好了之后，这三个模块最好是在一起做，有公用的后台界面，有公用的登录，有公用的权限，对不对？然后再分工写里边这样的模块，是不是就好一些啊？里边因为每个模块都能尽量的是独立的，是不是可以啊？对吧？现在比如说咱们写个添加商品这个模块完全独立的，添加公告是不是完全独立的，用户都是独立的了。如果你对框架熟的话，假如说界面一般的情况下，假如就这种界面的话，半个小时一个模块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如果你熟的话，对不对？因为咱们现在在写第一个项目也好，或者现在写这项目也好，你耽误的时间地方是在哪儿呢？一是在设计上，对不对？反复纠结这个功能加这个好不加那好，永远确定不下来，对不对？因为现在也没有老板，你就说了算，直接定下来就行了，对不对？别反反复复改，听懂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思路并不是那么清晰，写着写着就觉得自己不对，对吧？还有就是经常出错，在一个问题上耽误大量的时间，听懂吗？如果你写长的话，这些问题都克服的话，那就是量的问题了，对吧？为什么现在一些高手都不愿意敲代码啊？什么东西一看就有思路的东西，就是怎么写都不错的东西，就是敲那个才会感觉累，而咱们现在会感觉兴奋，为什么呢？你遇到错误，那个错误解决，要的就这种解决后的这种感觉，听懂吗？所以你要写熟的话，基本上半个小时一个模块肯定是很快的，对不对？基本上如果是你自己写美工的话，其实你我就有感觉，因为我写一些什么例子什么的，经常界面抠图，比如说这三个图我有可能抠了三个小时，对吧？有可能整个这个界面我才用了一两天，假如后台的东西用一天有可能就写完了，但是这抠个图就用了 N 天，一个图一个图去抠，对吧？
因为这个东西抠图的东西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长项，对吧？所以你们呢，能可以把这些东西，因为你们不是做开源的或者什么东西，都是自己的，你可以再往发一图片就直接用，不用那么费事，对不对？所以在这也能减少一些时间，对吧？调程序的时候呢，你按一火库调一下，互相兼容也就可以了嘛。然后咱们看一下下一个模块了。这个是登录对吧，这个现在也不用了，因为有权限的话你可以在这判断，其实也可以在每个操作里边一个一个判断是都行的，对不对啊、嗯、就看你限制的是模块还是模块里的某个操作，这么对待吗？如果你限制是模块，几个模块有什么权限才能访问的话，就像我前面说的，你在哪做最好啊？在这里边是不是去做最好啊？对不对？如果是限制某些操作可以完成的，同一个权限完成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前台 home， 前台有的地方是判断的是操作，前台是不是有这个目录？因为前台也有权限嘛，你看一下，这是画这几个，这不是模块，而是什么啊？这几个是模块啊，对吧？如果是这几个模块，我们怎么办？当然这不是权限，这输出一个统一的东西啊。然后这几个模块没有登录是不能做的，对吧？但是下边这块我外边是如果有文章管理的权限，那就相当于是管理员了，对不对？是管理员就没有必要判断这些了，如果不是管理员的话就得判断对文章添加插入修改删除图像处理，就是上传图片的一些东西，对不对？做这些操作的时候看看你有没有发文章的权限，如果没有发文章的权限，你不能有任何这些的操作，对吧？这就不是单独判断一个模块了，而是某些操作，对吧？那你如果没有发评论的权限，你不能有这两个操作，是不是？都可以统一写吧。这最好的地方写在一起的话，就是检查这些东西容易，对吧？不然的话，你现在写这些权限的话，你每个里边到处都有，你想象一下，看那个权限代码都很难，对不对？现在咱们开始写这里边，比如说咱们先把前面那个串一下，咱们就用带文件上传之类的，对不对？带分页之类的，那咱们最好用什么产品模块里边能有这些东西吧，对不对？而产品咱们确定好模块之后，咱们在设计过程中就知道对这模块都有什么操作，那咱们就把它想全，对不对？然后用不到的你可以慢慢就删掉嘛，对吧？你可以想注释，这两个都知道什么模块了吧，一个是做列表用的，对不对？你可以每一个都想注释，这个是列表，对不对？这个操作干嘛呀？要添加界面，对不对？你要添加界面也得从控制器要嘛，然后要修改界面，然后比如说还有什么操作呢？是插入的操作，插入的操作，还有修改的操作。修改的操作，然后还有删除的操作，然后还有比如说搜索的操作之类的，对不对？咱们我会你做一个那个借助于分页做一个那个多条件搜索带分页的，这样的话你就能把分页类到下一下页都用全了。那假如说有这么几个操作，对不对？那你每个操作是不是对应一个方法呀？修改界面 MOD 吧，然后插入操作一般能用什么 insert， 当然这个名称叫什么都行啊，只要有意义就可以。修改 up date， 然后删除是DL， 删除不需要界面吧，直接在列表上一点删除是不是就可以了，是不需要界面的啊。那大概有这么几个操作吧，常见的，有更多操作，每个操作这个方法就行了。你看这里写 insert update 的方法，记得如果你做一个 model 的话，你看啊，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删除比较复杂，那你就把它单独提出，是不是做一个 model 啊，对吧？或者什么列表，在这 model 里边，我现在想起来就提示你一下啊，有比如说这个商品 product 点 class 点 php， 是不是商品的 model 在 model 目录下？这里边你在写类的时候 class
PRODUCT， 你记得你写的方法名 select， 一定要避开这些东西。刚才咱们在这里边写上 insert 什么的都没问题，在控制器里写没问题，对不对？为什么在这儿写有问题？因为咱们这个是让它自动继承的，父类有没有这些？你写的时候就会覆盖了，对不对？而父类那些方法又都是独立的，不会报任何错。你在调用的时候都是调用你的，父类那个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意思？如果想扩展的话，别忘了调用一下父类原有的东西，就是这点吗？你换个别的名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说意思让你写这些 model 的时候一定要避开父类的名，除非你就特意的去干嘛呀，就去想覆盖，对不对？但是在控制器里边存在这个问题吗？控制器里不存在，因为控制器咱们知道它继承关系，对不对？父类里边根本没有这些方法吧，对不对？有的方法也要避开啊，特别是咱们这个为了操作简介没让你自己去写什么继承，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这什么也不继承，我随便写，其实是有默认继承的，就是这个东西。好，添加界面这一次里边display 调个对象，那咱先设置一下这个的表结构，我先在这儿建一个吧，行吧？建一个，比如说咱们这叫商城嘛，假如说 shop 点 circle， 对不对？后期我会跟你说一下那个安装程序怎么做，你做好 SQL 语句就行了。然后第二，所有的在写 SQL 语句的时候记住一个特点，咱们在用框架设计的时候只要自己命名的东西全小写，清楚吗？那只要是系统里边的东西怎么的？对，全大写，这样的话就能区分开什么是自己命名还是什么是系统命名，对吧？记这样的规范肯定没错，但是你自己又大写又小写的话到时候自己都乱，清楚吗？除非你有一个很好的命名的习惯，不然的话这个就很难改掉了。先删，一般做程序的话开源东西就是比如说反复安装的话先删除再写，清楚吗？不然每次都得先手工的拼命删除再去啊。删除 table 删除表，咱们这个叫33下划线 PLDUCT 吧，删除这个表。但是呢这个表得怎么着？如果 exists 如果存在的话删除，对不对？让它创建表的时候就不用了，创建表 d 不是33下划线 PLDUCT， 是不是可以直接写了？然后里边咱们设计一下有几个字段啊，ID 得有，然后呢产品名 name， 然后价钱数量，还有什么P time 时间，这个分类也有吧，但是它分类咱们得怎么的，咱下次讲无限分类的时候再加，这先留着行吗？下次无限分类的时候能一选择加到哪个分类里边去，对不对？然后价格数量图片 PIC， 当然如果有多个图的话，有多个图的话你该怎么存呢？你表里边怎么用数组啊？不是，你把数组找了一个空间进来的逗号分开呗。啊，这是一种办法，还有呢？对，先单独建个表，分开一下就行了，这样好管理，听懂吗？你就不用转来转去了。如果在一个表里边，比如说这种，那它就相当于代表是类似于分类那种，是不是？然后另外一个再存图片，是不是就行了？然后找到这表所有图片就可以了。不然的话你用逗号隔开也不是不行，对吧？但这个字段设置多长为合适啊？这个表有可能很大了，对不对？但是数据量到一定程度了，咱们想猜还猜不过来呢，是不是这样的？如果真正的做产品像商城的话，最好是一个分类一个表，也连这样都不用，对不对？这样是表示自然不就拆开了吗？有可能更好控一些，对不对？不要说都放一个表然后想办法再按时间或者什么猜，那更麻烦，对不对？然后表再加一个 DESN 什么描述，行，大概有这几个，其他想加什么再加，行吗？ ID， 然后 INT NOT 非空 AUTO 下划线 INCR INCREMENT， 对吧？然后这个
，int not 非空，一定要给个缺省值，就是一定每一个都要那非空，然后给个缺省值，清楚吗？为什么都要非空呢？为什么？为什么要非空啊？如果不非空的话，它是不是可以插入空值啊？插入空值 PRP 取出来的话，那转成 PRP 的类型，你想是转成什么类型？它不一定说就转成整型，也不一定说转成字符串吧，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这里边给个缺省值的话，缺省值是什么？转成对应 PRP 是不是就是什么？对吧？这就不乱了，一一对应的一个东西，不然弱类型的话就会怎么办？会麻烦一点吧。比如说你用 not 非空，不是 int 了吧？比如说用 v 叉50 not 非空 defalt 缺省值为 defalt 缺省值为空，对吧？这就会转成字符串吧。默认如果空的情况下，这个 double 对吗？答不？double 啊，写错了。数量 int not 非空 defalt 确认值为零，然后这个时间 int not 非空 d， 所有时间记得啊，都用时间优错，你尽量别出现 date time 之类的，除非很特殊的情况下，因为时间优错是整数，可以参与什么？参与运算，然后这个图片上传，记得咱上传图片是不是都是用咱们那个是不是改名了，对吧？那个名字长度我在那个做图片上传的时候，随机那个名字长度是固定的，那里边有几个意义啊？前边是年月日时分秒组合的一个字符串，对吧？是不是固定长度？然后你要等你，假如说默认那个随机是按秒的，那同一秒。同一秒钟有可能有多个人上传，对不对？用图片就覆盖了，所以又加了三位的随机数，这样能保证位数是不是固定啊？所以这块位数固定的话，你这块就是什么？对，差来存，图片名字你长度都是固定的啊，对吧？那我也忘了这个多长了，你四位的年两，我给个50肯定够了啊，到你们自己查一下那个上传文件名多长，行吧？然后设置多长，到了飞空。default 缺省值为空，这个大一点的，这个字段好像不能给缺省值为别的，空就行，知道吗？好，文本字段，然后呢 ，dimly key 组件谁啊 ？id， 如果你哪个作为查询条件，比如说 cid 或什么，给个什么，给个索引，索引这个你肯定知道 index 对不对？一般。他俩是别名的关系，听懂吗？所以写 key 就是 index， 组件给组件随意起个名字，你叫什么名字行，对不对？比如说我叫 AAA 可以吧，这个名字可以自己起的，都可以小写吗？你最好可以自断你的聪明，比如说起个 name， 那么都有什么呢？让这个 name CID， 当然你可以一个一个写啊，按 ttime 这几个咱们会去搜索，可以吧？然后是不是创建成功了？那以后每个表都这么写就可以了。然后这块是有一个添加界面，咱们再把添加界面这块在 admin 下边、视图下边、缺省下边，这就得建什么 product， 是不是建产品目录啊？里边你会要有几个模板，将来都用到的。一个是这里边用到的 add.tpl 需要模板吗？添加界面还有什么修改界面 mod.tpl， 还有列表界面谁啊？对 index index.tpl， 是不是这几个？那不管是这个后台的东西，有可能也公用同样的模板，对不对？比如说包含同样的样式之类的，有没有这个可能？那你可以把后台这不也有 public 吗？对吧？你在这里边做一个头和尾，比如说 header.tpl 和对 footr.tpl 都可以公用嘛。然后头里边比如说写上
HTML， 然后 HEAD， 在这里边可以包含一些公用的样式表啊 ，GS 啊，对吧？这样的话你不用在每个里边是不是都加了 ，UDY 就行了吧？当然我这里边就不加，你加样式的话，知道在哪目录要怎么加吧，对不对？这样每个里都加都可以了。然后 float 这里边结束 body 结束 HTML， 当然也可以有很多页脚的东西，对不对？放到这里边，然后只要我们在这个里边，产品里边 ，ADD 里边，上边只要我们包含 include。包含 file 等于 public 吧，因为默认指向那个缺省那个目录下，对不对 ？HEAD HARD 点 TPR 这是一个，然后 include file 包含 public 下边 FOTR 点 TPR 是不含这两个就有了，然后里边你可以用一些表格之类的做一些商品东西，用表格吧，稍稍对齐一点。但表格要想好看，你可以怎么着？用样式做，是不是想要的什么样都可以了？后台的东西允许你用表格什么的，怎么方便怎么来啊，对不对？因为后台大部分都是报表的东西吧。像我做这个是演示实例，所以里边用的都不是表格，都是 div 加 css。那应用表格做这样界面是不是很容易啊？不用花大量的时间，对不对？也不用搞兼容性那么久。然后，arg 等于 center。CTR， 然后，DR 边框等于一，然后，这样，用一下，不然的话，因为我现在写完，你们在做项目的时候，你有可能你们就直接用的时候你们不知道怎么调，还是给你写一下，稍微写一下吧，注意一下东西吧。比如说，包含一个样式，这里边，layout 布局点 css， 对吧？这边我写一下，只要涉及到表格的时候，body body 体在这里边，让它的 margin 零个像素， padding 零个像素，然后字体的尺寸12个像素，然后这边 table 宽度的话，倒是你用类去设置就行。比如说，WIIDTH1 这个宽度一个类，再加点那个类的宽度就可以啊。比如说，宽度是90%，对吧？然后表格这里边加上，BORDR 边框一个像素的 SOLD 实现的。然后比如说井号050，随便给个颜色，对吧？然后TD 和 TH 让它也是有什么 BORDR 边框一个像素 SOLD 实现的井号050，颜色你可以自己选嘛，对不对？这样的一个表格。然后只要我们在头信息里边这个 public 吧 HUD 里边这块，你这里边不用加什么标题之类的，对吧？因为它这里边看不到，对不对？你加上也可以啊。SREL 等于 STYLESHET 样式表，叫类型，写错了，类型等于Test CSS， 然后 HREF 等于这里边得用到谁了 ？RES 下边的 CSS 下边的。layout 点 css， 是不是这就包含进来了，对不对？然后这里边咱们最后在写表格的时候，是不是那些东西都不用写了，对吧？然后 CPTL caption， 比如说 H1， 都行，写上 H2， 然后写上 CPTL， 然后这块写上添加商品，然后这里边来一个 TR。斜杠 TR， 这块 TH， 斜杠 T， 这里边有什么？第一列一般的咱们就是群选反选这个东西，对不对？对吧？我先放一个空格在这块，然后
第二列就是对商，记着放用户最关心的几个字段。不对不对，这不是列表。现在咱们想做的是天价商品，对不对？啊。整那什么了？TD，斜杠 TD，可以吧？TR，来，再复制粘贴吧。然后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其实是商品类别，对不对？只不过商品类别咱们现在还没写呢，这当时先预留行吧？然后第二个商品名称，第三个商品价格，然后是商品数量，然后是商品图片，对吧？用一个嘛，用多个也可以啊。然后还有商品介绍，对吧？还有其他的吗？刚才咱设计的时候大概就这么几个，对不对？然后下边这块咱们留一列 ，CLSPN 等于二，这里边来一个input 类型等于SUBMIT， video 值等于添加商品，这叫添加就行。然后 reset， 然后这块是重置，对了吧？然后这里边每一个里边来个什么？input 类型等于，然后name 等于，然后 video 值等于，这样的一个商品名称，当然第一个咱们一般用 select 下拉列表，对不对？对吧？所以第一个这会儿就先空着吧，加个对。类别随便先加一个，对，然后 TST， 然后名字这块是咱们里边起的叫 name 的，跟它的应该对应，对不对？价格 PRICE， 然后这块不是 test 名字 PRICE， 然后这块数量都可以用这个吧，然后这块是NUM， 然后图片这块是 file 文件上传吧，然后名字这块是 PIC， 其实你叫什么名都行，这个文件上传咱们还得转啊， PIC name 之类的可以吧？然后 video 值，介绍这块如果介绍比较详细的话，你想特别是那什么，你可以用一个文本编辑，对不对？里边可以任意改革是吗？然后这块是 name 等于 DSN，CULS 等于是，比如说是40列 ，RWS 行等于6行就行，行不用太多，差不多了吧？然后外边得加一个谁啊？对 ，form 对吧 ？form 这块加一个斜杠 form， 然后这块方法 action。一定要等于是当前模块的 WURL 下边的 insert 对吧？方法 METHOD 方法等于 post， 然后这块一定要加上，因为有文件上传，对不对？ ENC type 等于这个词我总记不住，你这块要错的话就没有谁啊，就没有刀了符下划线那个 file 了，对不对？文件上传，
是不是在这个？好，我们看一下，这回只要刷新一下，然后点一下添加商品，是不是有这个了？对吧？这个双格线如果不好看的话，那你用单格线怎么办呢？样式这块咱们用一个这块什么 BORDR 下划线 COLLAPSE 冒号 COLLAPSE 把它去掉变成这个，这在上面没去掉，什么？是这个吧？包的这个应该是这个。这个。不，我现在就是想用样式去清嘛 ，COLLSPACE 不是那个，我记得好像是这个词，刷新一下试试。我这边这里清，这里边也能清样式里边。是 border 的是这个还是 table 的这个？是 border 吗？忘了，到时候找一个吧，把那个双层线给清除就行了。是这样吧啊，然后你在这里边，假如说宽度每个里边想决定自己的宽度怎么着 ？class 等于。对吧？你给自己设置一下这个宽度样式嘛，对吧？但是宽度你可以自己调吧，然后让它居中居左的话都可以调吧，嗯，好，这是。